我对 Head FM 的印象呢，就是他们非常照顾我，因为每次发片的期间总是有机会帮 Head FM 做 Jingle， 所以大家常常可以在广告的时间也听到一点我的作品。谢谢 Head FM， 祝 Head FM 15岁生日快乐！啊，谢谢。